女星陈意涵跟导演许富祥结婚后，二月顺利生下猪宝宝儿子小猪。升格为新手妈妈的她，私下作风也非常亲民。有网友六日分享偶遇明星的经验，表示自己一上公车时就看到了一个很面熟的女生，仔细端详后确认是陈意涵，我激动得不行，但是不敢冒犯她。该网友更表示，她途中一直用手机练英语，直到她要下车了，自己才鼓起勇气询问。想不到陈意涵也大方承认自己的身份，还亲切地说再见，让该名网友开心不已，更大赞被他实力圈粉了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